我们现在走了一半没？没有。哇，三分之一左右。可以，慢慢走。哎呀，我天！他们人呢？在那儿，左前方。我后悔啊，可能。我想下去找三分之一。上来了就没有撤退的人了。停我们不是，咱俩就慢慢停，慢慢停，咱就整一个夕阳红灯开始玩。给您介绍一下，我们是夕阳红登山团，耶、yeah, ，非常香。我是团长，这是我这次的两位客人。我是。哎呦，这叫老胳膊，这叫老腿。走吧，老胳膊加油！没事啊，坚持，相信自己。老腿儿，老腿儿拼，加油！这边注意点啊，这是个大石头。对，那些石头它有些会比较松一点。小唐，你好棒啊！小唐。啊，我好什么？你好棒啊！我好棒啊！哦，非常棒。别嘚瑟啊，很滑那儿。来，各位老师，我们出发吧。Let's go， 慢慢走。Go， 好了，这里有爬升了。对，难度从这儿开始了，陡然增加。兄弟们，这儿有点难上啊。来吧，深深。走。你真牛，红牛挺你。加油。小唐，继续往前。OK。来，哥，把那个垃圾我们捡掉。来捡。青山环保行动，大自然真的鬼斧神工。好，右脚放到我脚前面，慢点。好，往前走。OK， 老师，你可以撑我一把。慢点，慢点。谢谢，没事。前面各位一定要小心、大家注意一下，这里是碎石路段，踩稳了小步慢走。那个棍儿啊，别着急插，插好。哎，脚尖弄进去可以。好 ，OK。小心。我 OK， 可以。谢谢。好好看哦，好漂亮。哇，人间仙境啊！好美啊！哎，狠了，这个太狠了。没炸。哇，上面好多牛啊！对，哇，牛群！好，来，我们大家错开，现在我用华为 P60 Pro 为大家拍一张。出发去野吧！加油，还要大的眼泡！来吧，休息一会儿，刚好在这个地方呢，特别想采访一下各位，这么多期的节目录制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你们自己觉得最牛的时刻？每一刻都很牛，每一刻都很牛吗？我昨天滑板21公里呢，牛不牛？非常牛。今天我跟着你爬山，我牛不牛？牛。来节目半个小时不到就冲浪去了，牛不牛？牛。可是我被你们两个带的。Sorry。火力少年，你最牛的时刻？对于我来说的话，其实像户外，或者是一些活动运动的话，我是自己蛮喜欢的。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，跟集体一起去做一些事情是最牛的。岳哥啊，你的最牛时刻呢？虽然我是艺人啊，我歌手，但我不太看综艺的，所以对大家来说就像一张白纸。但在这个节目里面呢，你们慢慢这张白纸就好多好多的颜色。对，是这样子的。哇，我就看到你们的成长啊，看到你们的努力，我也觉得很开心，所以我觉得认识大家才是我心中最牛的一件事情。耶！真的真的真的。报告，我是散逆，我已经到住的地方喽。哇哇，这里也太舒服了吧！看一下食材。
喂，你们在哪呢？我们快到了。好，那我去山顶等你们。好，那一会儿见啦。拜拜。拜拜。看风景，好美。哇。哇。探索不停，自由无限，打破常规，出挑无设限。高阶玩家集结，一起玩味出挑。黑麦桶香甜饱满，波本桶柔润顺滑，龙舌兰桶多层口感。芝华士领潮风味系列，玩味出挑。来，各位老师，出发吧，走吧，老哥。Let's go， 我们继续登顶。月哥应该还行吧？我 OK， 我 OK。月哥在后面做小唐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小唐，你还是慢一点哦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。对，走，冲啊，朋友们，冲啊，争取上去看看日落啊！兄弟们，这儿有点难上啊。老舅，你咋不累呢？我还好。真的吗？哎呦，你真可以。你适应的很快。你是昨天比较累。我觉得你适合高山。就我感觉，我放松一下，我很快腿跑回来。就是那个恢复心率很强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爬过高海拔？爬这个我很少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嗯，因为其实我平常不是跑步，对啊，但我不跑步，我走跑步机的最斜，哦，我就一直走。今天腿上全是泥，我现在全身是泥，我都顾不上了，好吗？你真可以，珊珊今天猛，珊姐昨天也猛，小唐也猛起来了。对，我现在已经适应了。嗯，其实适应了之后就好了，对吧？看到啥了？我们的营地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小步，昂首挺胸。加油！只有一点点了，上面路很好走。好，最后了，最后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剩20米了，剩20米了。我们走栈道了。哇，已经有栈道了是吗？来，有栈道了。栈道了。恭喜大家完成99%了！哦耶！小唐，哎，恭喜你已经完成了99%。我真的用毅力在往前走呀！在我们这一季啊，整个一季节目用毅力完成了太多事儿，这上山下海，真的，我觉得人是万能的，人的潜力是。可以无限被激发出来的，是。马上就到了，你还有最后10米到达终点。哎哎哎！最后10米 ，Let's go， 耶，走喽！三米，这个是最后一站，耶，耶，最后的终点，终点啦！怎么样？好累哦，完成了 ，No No。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哇，来，恩姐，很棒。听完你们的分享，觉得你们真牛，给大家经典风味，红牛维生素风味饮料。谢谢，来，谢谢阿根老师，谢谢我，坚持不懈去挑战自己，突破自己。红牛精神跟我们这一路的去业经历真的很搭哎。是啊，我以前都不敢相信我能挑战高阶徒步。对我来说，这真的是很大的突破。没错，去突破，不设限，我们都是最牛的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其实我总结一句啊，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棒，从山底登到了山顶，每个人的能量和能力。都超过了你们自己啊！在我们两个教练的眼里面，月哥作为我们的老将，他一直在队尾收着尾，
陪伴大家，鼓励大家一路走上来。然后小唐也是坚持着一路走了上来。老舅，这一路走上来，听到他说过就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Team One。对。兄弟们，这儿有点难上啊，兄弟。真真不光陪伴大家一起走上来，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，环保，环保卫士。对，环保卫士，他捡了很大的包，青山环保行动。龙龙，哎，其实他的运动能力特别强。这一路上，其实珊珊没有跨过任何一条路，他其实心里也就是一句：我一定要走上去。人的潜力是可以无限被激发出来的。是的。真的，我用红牛的一句话说：“你真牛，红牛挺你。”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最牛，最牛，来吧，你们最牛，朋友们，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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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谢谢，杨教练，我们在牛背山上，我们最牛，牛，牛背山上和红牛，哎呀，我们最牛，来吧，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来吧，出发，出发，大姐。这个吗？也，终于到了。